台大音乐节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 Dew。All right， 第一次演校园，很开心。然后OK， 接下来要带来一首最近刚发表的歌，叫《747》，有人听过吗？有。然后哎呦，哇，好。那这首歌呢？对，这首歌讲的是那种，算了，我不要讲太多话，我们直接来好了。再见。谢谢。